不知道。每一次问你们，你都不知道。我有个同学信过。嗯，怎样？他们家就是7号4楼，所以呢，他就从那摔下来了。姐姐，你觉得比较好吗？再来一次。搞什么嘛，简直浪费时间。想要问问你敢不敢，先听听看吧。可以。你现在这样是在自杀吗？明明，我还是觉得地在转圆。